我叫诺亚。大家好，我叫诺亚。我是美国人，住在纽约。我今年23岁，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计算机工程专业。我现在在读大三，还有一年我就毕业了。我从小就对电脑很感兴趣，它那么神奇，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情。毕业后，我希望能用它做更多的事情，和更多优秀的人合作，帮助人们解决更多的问题。我很喜欢学习，但我不是一个书呆子。除了看书，我还很喜欢运动，尤其是攀岩，它能让我更加专注和有毅力，不断挑战极限。此外，我也很喜欢交朋友。朋友对我非常重要，我们可以相互学习，相互支持。希望能在这里和更多的人成为朋友。好啦，有空给我留言吧，祝你愉快。生词，神奇，神奇 ，magical， 书呆子，书呆子 ，bookworm， 专注，专注 ，focus on， intent， 有毅力，有毅力。Have perseverance. 挑战，挑战。Challenge. 极限，极限。Limit. 留言，留言。Leave a message. 大家好，我叫诺亚。我是美国人，住在纽约。我今年23岁，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计算机工程专业。我现在在读大三，还有一年我就毕业了。我从小就对电脑很感兴趣，它那么神奇，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情。毕业后，我希望能用它做更多的事情。和更多优秀的人合作，帮助人们解决更多的问题。我很喜欢学习，但我不是一个书呆子。除了看书，我还很喜欢运动，尤其是攀岩，它能让我更加专注和有毅力，不断挑战极限。此外，我也很喜欢交朋友，朋友对我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相互学习，相互支持。希望能在这里和更多的人成为朋友。好啦，有空给我留言吧，祝你愉快。大家好，我叫诺亚，我是美国人，住在纽约。我今年23岁，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计算机工程专业。我现在在读大三，还有一年我就毕业了。我从小就对电脑很感兴趣，它那么神奇，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情。毕业后，我希望能用它做更多的事情，和更多优秀的人合作，帮助人们解决更多的问题。我很喜欢学习，但我不是一个书呆子。除了看书，我还很喜欢运动，尤其是攀岩，它能让我更加专注和有毅力，不断挑战极限。此外，我也很喜欢交朋友，朋友对我非常重要，我们可以相互学习，相互支持。希望能在这里和更多的人成为朋友。好啦，有空给我留言吧，祝你愉快。问题：诺亚为什么喜欢攀岩？
A. 很酷。B. 喜欢运动。C. 挑战极限。D. 为了交朋友。